好，我是 Jessica。吃太多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尤其是腹部跟臀部的脂肪特别难消。今天教大家几招垫上的动作，让大家在家也能轻松甩油。第二个动作是卷腹，记得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加强自己核心的感受度，才会让这个动作真实的有锻炼到核心。很多人减重会陷入数字的迷思，如果你身材没有锻炼，就算很瘦，穿起衣服也是不好看。希望今天的垫上动作可以帮助你雕塑曲线，维持好身材。